怎么了？很难得看你在父母的面前这么主动。在我家，我当然要护着你了。刚才听你叫我妈阿姨，我就脑补了一下，以后你直接叫妈的样子。然后就想到要去你家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妈。你说我应该叫她什么呀？阿姨还是妈？你平时在家都叫什么？我跟她见面的次数比较少，因为不是亲生的。我和小人都叫她母亲，文川和文信叫妈妈的时候比较多。我感觉你和文川关系好远的样子。的确不太熟。其实小的时候，我们兄妹几个都是分开住的。我在外婆家，文川和小人是被乳母带大的。也就从今年开始吧，从今年开始，我才和文川的关系稍微好了一点。那文信呢？文信小的时候功课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他经常会去外婆家找我补课。不过这都是借口，他可能从小在院子里憋坏了，一直想找一个理由出门，所以找我补课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嗯。萌萌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我不怕狗。我怕它咬你。从小猫狗见我都情绪不定，我早习惯了。为什么？有个算命的和我妈说，恐怕我不应该出生才会这样。啊？吓唬你的，走吧。